也要有先有对象吧？是有了吗？只是吃个火锅而已，好吗？一群人吃个火锅。那就是他的肉了哈。他应该不是金针菇的吧？金针菇太小，不行。应该是松茸的。有他在的。然后徐熙媛一直做那个松茸金针菇，然后像照片都一直。夹菜给你吃之类的。所以有夹菜给包含。下礼拜我也这么会聊 OK 的啦，他也没有吃，你这么会聊 OK 的，可以再跟他约别的餐厅啊。对啊，这样就 OK 了。要想一个你们鸡汤下标题，鸡汤成本很高，是不好开的。放山鸡，那标题就是张启南吃鸡，不好吧？吃鸡吧，吃鸡吧，他们家会下的标题啦。你那个念给我，哎，生气，我告诉你。可是你怎么会相信说他在接拍这件事？因为他太自然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你在接拍。然后我还想说，我要这样子。真的，下次遇到狗仔大哥，我就会比爱心，然后收集五个爱心，就来跟我换小礼物。真的会哦。太没有警觉性，因为他是站在你后面拍，他不是透過在我这边啊。对，然后就这样拍我，完全没有感觉。但我觉得没有感觉，就是你以为是街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dre。这也是 Raw 第一次参加户外的 party， 我们将会为当天特别准备神秘的餐点。11月7号，台北101水舞广场见。